经理手上一直握着一瓶产品。哦，这我啊，我还没介绍我的。哎，不是，这也是我们平常，比如说打麻将啊，因为它不用面膜，对，不用洗脚的，就我刚刚有讲，然后每天都会敷，而且我的皮肤啊，其实换季或怎我都用这一罐，我觉得这一罐是一整年都可以用的，对啊，而且很便宜哦。那是什么？这就是冻膜，就刚刚牛老师有提到的，这已经买到已经超过10罐以上了吧？然后呢，网络订购也订不到，这一罐超热卖，它真的很热卖，而且现在好像加一元就是送一瓶啊，因为这一类型的产品，就像心里讲，因为它太方便，而且我要代替那个我们大家，代替 TVBS 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。谢谢宋心怡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要买了这一瓶，我们就会帮你捐出20%。就是特别价，这是白玉兰的。哦，白玉兰是帮助这个台湾一些这个偏远的小朋友。有捐给小朋友。没有想到那个。我不知道啊，涛哥现在都在用这个系列。这个，对，涛哥也用哦。我告诉你，涛哥现场。那个牛儿老师超少在用，才帮他弄一点点，擦半脸中风，整个叫，对不对？整个紧致拉提的，对，而且涛哥变凤眼，没错，哎，因为涛哥每次都这样啊，对，他那天用完就这样，就那个眼睛亮了起来，自己都吓一跳。对，可是我有一点用不对，我不知道问老师，因为有时候坐飞机啊，我已经习惯用它敷了。对，就是因为它是晚安嘛，但是它已经让我习惯保湿，所以我坐飞机也会敷，可以也是可以的。而且其实我觉得晚安冻膜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很多人女孩子，比如说她早上起床的时候，然后比如说有个起床气。对，有起床气，或者是说他突然有一个很重要的通告，然后脸呢突然有一些些浮肿，或者是晦暗，其实冻膜也是一个很好的急救商品。晚安冻膜怎么急救啊？现在心里拿的呢是一个水仙的冻膜，它主要呢是一个抗氧化，然后全方位的调理。那这个绿色的呢就很适合谁？谁？心米可白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米可白呢，它虽然肤色看起来绿啊。它其实到了春夏的时候，它比较容易出油，而且出油在 T 字带。哦，对，对，那这个呢，茶树冻膜呢就很适合控油。它是擦在 T 字带，其实它全脸都可以擦，避开眼唇就好了。好，对啊，水仙闻起来好想睡觉哦，很舒缓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一个舒缓香粉。好想睡觉。这个等一下都让大家来闻一下，然后还有一个红色的，红色这个是女生的最爱，它是玫瑰。这就是保湿，那当然呢，还有这一瓶，我们说可以做3-4的白玉兰。真的，那这边我补充一下好了。大家为什么觉得这味道很特别？水仙好特别哦。因为这个是呢，特别对不对？我去年9月的时候，怎么了？夏天。雀茄。今年是2011了嘛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是2年前。2年前我夏天的时候呢，我都待在普罗旺斯这个地方。他呢，这个法国大师呢，他跟我一起创作出大概有8种不同的这个精油的气味。那所以说呢，这些味道你们闻出来都是法国人去调。调制出来的天然的精油的气味，那精油呢，它本身又有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。那我刚刚不是有说吗？万一你这个睡觉睡不好的时候，你血液循环是不是变得不好？对，而是这些冻膜它的精油的成分，就是可以帮助你的这个皮肤的血液循环好，让你的这个细胞的新陈代谢会变得更好。是这样，很好玩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帮心理敷的用法呢，是就是所谓急救型，或者是你早上突然有一个重要会议要参加的时候，希望有个好气色，我们就可以用冻膜来做。那它的那个呢步骤是在一样洗完脸，所以我刚刚帮那个化妆水不用，你可以洗完脸先敷它，直接来敷完要再洗掉吗？不用洗掉，可以洗掉。用现在袁老师教的方法比较对啊，我要看一下。半张脸要用多少？比我们平常的量大概多个大概3到5倍。是半脸吗？一张脸，一张脸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厚度。它这个冻膜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啊，它有3大功能，我觉得现代人几乎都有这个烦恼。第一个呢，黄，啊，那第二个呢，有斑，第三个呢，容易松弛。就是它一次可以解决这个，解决你的皮肤的这个泛黄的问题，然后肤色不匀的问题，以及皮肤会有松弛的问题。对，平常你在家里呢，其实只要薄薄的，大概像你另外一边借我好了。好，
如果你平常晚上用的话，我们是都擦完了所有的保养品。对，平常是不是这里的一半就好了？对，更剩少三分之一就好了。三分之一就够了，大概是像这样就好了。哦，一点点，然后你就可以去睡觉。哦，或者是你要把它按摩到吸收都可以。尤其我最近拍戏呀，哦，那个熬夜到一个很夸张。对，我看你有的时候都早上就起来。对，我大概每天睡3个小时吧，3个小时就更要敷这个。在家里呢，你可以用清水把它洗掉。那如果没有时间，也可以像刚刚牛老师教的，你用化妆水把它擦洗掉。但是你用这个也是拉皮耶，好明亮哦。有，我觉得有消肿。打完麻将这个真的很有用，有消肿，而且我刚刚完全都没有，真的消好多，有点好很多。我没有这样子，在正面来看，你看正面感觉哇，正面就差很多哇，而且我刚刚完全没有按摩，对啊，所以这时候呢。就可以进行你的日间正常的保养，就是平常你在做的保养。那我今天帮心理要做的就是一个美白的保养。OK， 那这美白保养呢是什么？就是这一瓶，刚刚牛老师偷冲完了以后化妆水，好嫩，好嫩。所以擦完了之后，直接化妆水就来了，倒好多。对，对，要量的。其实这一瓶啊，它还有那个卫生署规定的含量最高的这个，应该大家都有听过传明酸吗？有啊。我们目前台湾卫生署合格的最高浓度的产品是多少？是百分之三。这一瓶呢，就添加了3%的产品酸，而且是目前哦，全世界来讲。传明酸浓度最高的一瓶化妆水就是这一瓶。而且传明酸是什么效果？传明酸它非常适合几种人，第一个有痘痘的人，对，有痘痘，因为它可以让这个红色的痘痘或是黑色的痘痘，对，黑色的痘痘因为它有美白作用，可以淡化。红色的痘痘它可以消炎，让痘痘来愈合好啊，所以第一个痘痘的人很适合。那第二个人呢，就是有斑点的人，它有美白淡斑的效果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脸很容易过敏的人，因为产品算是抗敏的作用。老师，这根本就是夏天最适合使用，对，冰冰箱，而且还是春夏最适合，最适合。然后接下来用的这个呢，其实同一个产品的精华液，对，那里面呢，同样也是我刚刚牛老师讲的，比如苹果籽，就是呢这苹果籽呢，除了刚刚牛老师帮我们提到，它其实有紧致的一个效果，它可以避免我们胶原蛋白崩解，或者是坏，就是一崩落的时候，胶原蛋白就不够紧实，就松了，对，所以呢，它可以让我们胶原蛋白更紧，这样皮肤就会变得比较紧实有弹性。好，做完了，舒服，哇，很亮。没问题，